原标题，他在红军时期是师长，按资历可授衔上将，后虽评为少将却很知足。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出现了四位满族将军，其中一位名叫白志文的将军最为特殊，因为他还是八旗子弟。满清入关之后，旗人就可以享受到优待政策。白志文是镶白旗出身，父亲又是五品官，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前，白志文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。但在满清灭亡之后，之前的优待政策一下子不复存在，白家的生活也从天堂坠到地狱。当时白志文还小，为了供养他，家里还不得不把他的妹妹卖给汉人地主当丫鬟。但没过多久，白家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，白志文不得不参军入伍，投奔到胡景翼帐下。后来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独立幺五旅，但蒋介石一直对这支杂牌军心存芥蒂，想借红军之手歼灭之。此时白志文已经知晓共产党的部分政策，知道谁才是向着穷人的政党，于是白志文就动了起义的念头。随后白志文一枪打死了自己的连长，带着一小股士兵脱离了部队。但寻找共产党的路是艰辛的，白志文忍着饥饿翻山越岭，但他的意志毫不动摇。在他的感染下，那些想占山为王的士兵也都收了心，跟着他一起找到了红军主力。白志文则当上了第五纵队教导大队中队长。白志文打仗非常勇猛，在作战中一向冲在最前面，结果在攻打阳新县城的战斗中不幸右腿中弹，当时可没有医院，随行的就是一个卫生员。眼看着白志文的腿肿得越来越厉害，但卫生员身上并没有麻药，他只能用刀割开伤口，一点点刮去其中的脓血。在此过程中，白志文疼得大汗淋漓，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。虽不如当年关羽刮骨疗毒一般云淡风轻，但也绝对是一条硬汉。后来白志文受到了彭老总的赏识，在1931年当上了红军团长，同一时期的团级干部包括黄永胜、王洪坤、刘亚楼、陈锡联、谢富志，一个个都是上将。后来白志文又因为功勋升为师长，红军时期的师长基本上都是上将，少数几个备受少将的，比如中尉段苏全，就在1955年大吵大闹，感觉接受不了。所以按理说白志文应该也是上将的，但他最后也被授予了少将。但白志文不觉得委屈，他觉得命大就已经该知足了。1986年4月3日83岁高龄的白志文逝世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